不知不觉都做了他曾经做过的菜。快递需要楚一平先生亲自签收。你好，恒基智能开发送货，请问楚先生在家吗？虽然我是最先进的人工智能，但是你这种爆发很难确定会不会又坏掉。你我怎么了？变帅了，还是更有魅力了？你看都不看就抱上来，不怕抱错人？还是无论来的是谁，你都会想抱？你不会是另有新欢，不方便让我进门了？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主人，请继续指教。这样的指教有点激烈，只有这样我才可以确定你真的回来了。生日快乐，我孩子就送给你了，每5年替你进阶美容保养一次，费用算我的。